一般来说，从小说改编为动漫，通常是很难收到好效果的。但是《斗罗大陆》绝对是个例外。自打《斗罗大陆》动漫开播以后，它就一直位居播放榜前列，就连一起不是小说粉的人也加入了追番的大部队。其中各种各样的武魂也是很吸引我们的瞩目呀，今天就一一起盘点下那些可以称之为第一的武魂吧。第一期武魂，昊天锤。昊天锤一直是武魂中顶级中顶级，由昊天宗一脉相传，拥有最强的攻击力。昊天宗中也是神人辈出，从创立人唐晨到如今的海神唐三，还有唐三他爹还是位面之主，一个比一个霸道。唐昊更是独自力战六位封号斗罗，一举奠定昊天锤的地位。第一奇葩的武魂，香肠。这个大香肠只有奥斯卡拥有。你们想一想，除了奥斯卡之外的食物系魂师们，最奇葩的还得数他的咒语了。老子有根大香肠，让人汗颜啊。第一猛兽武魂，邪谋圣王。星罗皇室的白虎已经是大陆里最强的兽武魂之一，更别说百年不会一遇的邪谋圣王了。如果说蓝电霸王龙原本还能和邪谋白虎相提并论，那他如果对上邪谋圣王的话，估计只能有被吊打的份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还有什么补充呢？斗罗大陆，天赋异禀，身怀双生武魂的五大王者，两人已成神。在斗罗大陆的世界里，武魂是斗罗大陆每个人都拥有的东西，它能提升人们的战斗力。不过有的人一生只能拥有一个武魂，而只有一些天赋异禀的人才有资格拥有两个武魂，他们被称为双生武魂。那么今天小编给大家盘点一下斗罗大陆中身怀双生武魂的五大王者，两人已经成神。在比比东之前曾有一个双生武魂的人，不过那个人已经成受不住双生魂武给予的压力而爆体死亡。比比东是第二个拥有双生武魂的王者。他天赋异禀，有着死亡蛛皇以及赤魂蛛皇辅助他，而且他的天赋使他修炼到百级成神，并继承了一级神罗杀神。他的实力毋庸置疑，是历届 BOSS 中最强的，是真正的神。若不是唐三拥有主角光环，恐怕唐三也拿他无可奈何。唐三是斗罗大陆实力最强的主人公，是一位王者，更是一位神。他天生拥有双生武魂，他双青蓝银皇以及昊天锤都是被唐三所继承。作为主人公，当然是天赋异禀了，如今也是双神位的存在，是大神圈的最强神王。在绝世唐门中，叶细水是 BOSS 之一，他天生是一位王者，天赋异禀，拥有血魂魔魁以及光明凤凰双生武魂。
被封号为死神。他的两个武魂极其矛盾，血魂魔魁是代表邪恶的邪魂师，而光明凤凰则代表了正义的光明，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强大的实力。先不说99级的极限斗罗，甚至达到10级的魂导师，谢谢是龙王传说的主要人物之一，他生下来后要注定他的人生不平凡。天生就是王者，从小就天赋异禀，不仅天生满魄力，甚至还拥有半生与契合的双生武魂。虽然双生半生武魂比普通双生武魂较弱，但是因为武魂契合度高，两个武魂的魂技可以融合，在融合后还能进化成时空之龙，比极限斗罗还要强。斗罗大陆天赋异禀，身怀双生武魂的五大王者，两人已成神。在斗罗大陆的世界里，武魂是斗罗大陆每个人都拥有的东西，它能提升人们的战斗力。不过有的人一生只能拥有一个武魂，而只有一些天赋异禀的人才有资格拥有两个武魂，他们被称为双生武魂。那么今天小编给大家盘点一下斗罗大陆中身怀双生武魂的五大王者，两人已经成神。在比比东之前曾有一个双生武魂的人，不过那个人已经成受不住双生魂武给予的压力而爆体死亡，比比东是第二个拥有双生武魂的王者。他天赋异禀，有着死亡蛛皇以及赤魂蛛皇辅助他，而且他的天赋使他修炼到百级成神，并继承了一级神罗杀神。他的实力毋庸置疑，是历届 BOSS 中最强的，是真正的神。若不是唐三拥有主角光环，恐怕唐三也拿他无可奈何。唐三是斗罗大陆实力最强的主人公，是一位王者，更是一位神。他天生拥有双生武魂，他双亲蓝银皇以及昊天锤都是被唐三所继承。作为主人公当然是天赋异禀了，如今也是双神位的存在，是大神圈的最强神王。在绝世唐门中，叶细水是 BOSS 之一，他天生是一位王者，天赋异禀，拥有血魂魔魁以及光明凤凰双生武魂，被封号为死神。他的两个武魂极其矛盾，血魂魔魁是代表邪恶的邪魂师，而光明凤凰则代表了正义的光明，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强大的实力。先不说99级的极限斗罗，甚至达到10级的魂导师，谢谢是龙王传说的主要人物之一，他生下来后要注定他的人生不平凡。天生就是王者，从小就天赋异禀，不仅天生满魄力，甚至还拥有半生与契合的双生武魂。
虽然双生半生武魂比普通双生武魂较弱，但是因为武魂契合度高，两个武魂的魂技可以融合。在融合后还能进化成时空之龙，比极限斗罗还要强。谢谢是龙王传说的主要人物之一，他生下来后要注定他的人生不平凡。天生就是王者，从小就天赋异禀，不仅天生满魄力，甚至还拥有半生与契合的双生武魂。虽然双生半生武魂比普通双生武魂较弱，但是因为武魂契合度高，两个武魂的魂技可以融合。在融合后还能进化成时空之龙，比极限斗罗还要强。